火舌伴随浓烟从茶厂窜出，铁皮建筑耐不了高温，坍塌变形。三楼的部分有堆积了很多的纸箱，它整个里面三楼有。坍塌的现象。南投民间松柏岭这间知名观光茶厂，上午7点多发生火警，火势迅速延烧。疑似是烘茶机器过热起火，一旁都是易燃纸箱。幸好当时还没有员工及游客，但后续营运受到影响。 同样是火警意外，地点是在苗栗卓兰这处平房，凌晨2点多发生火警。曾在北一女任教的65岁杨姓女老师逃生不及，葬身火窟。听到嘣一声，她就叫了，但是就没反应，她就先逃出来了，就困在里面了。杨姓女老师的先生表示，妻子怕冷，睡觉一次开3台电暖气，警消不排除是用电不慎引发意外。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